云林斗六市发生了死亡车祸，导致女骑士伤重身亡。骑士路口等待转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女骑士连人带车当场喷飞，重摔在地上，还滑行了好几公尺，画面相当惊悚。救护车到场，肇事的车辆停在路中，机车头尾分离，被撞的女骑士已经没有生命迹象，紧急送医抢救还是宣告不治。鉴识小组现场勘查，机车断成了两截，车尾掉在路中，前半段包着电线杆。死亡车祸地点就在斗六云林路三段。五号晚上7点多，下着雨，一辆黑色轿车疑似车速过快，轮胎打滑漂移，车身先转了90度，滑行了数十公尺，再失控撞上同向的机车。碰撞同向直行之重机车骑士，64岁黄姓女子。王女经送往医院急救，宣告不治。详细肇事原因由警方深入调查。死者是64岁的黄姓妇人，是一名医院的看护，当时刚从医院下班，准备回家，没想到半路遭遇死劫，让人不胜唏嘘。记者方中诚云林报道。